线上的朋友啊，奥斯卡说 Sandy 越来越美。哇，看到你好紧张，是我很紧张吗？不是，你看，你看手机有什么好紧张的？你对啊，哈，不用担心没有交往的问题啊。你的 fans， 你的 fans。Victoria 说来了看亚伦 ，YJ 说亚伦看起来比以前年轻哈，有吗？对，他变更瘦了，对照我们刚刚三年瘦太多了。Vita 说亚伦怎么会想主持节目，然后当这个去做拌面总裁这样？昨天才上。去年金钟奖我就讲过，台湾艺人要不就拌面，要不就手摇椅。光是这一个月，萧敬腾、露露、炎亚纶陆续宣布要加入茶的店、餐饮业、餐饮业吴思贤。好，你看到你宣布的时候，我就看到报纸嘛。对对对，我心中 OS 就是又来了，又一个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艺人这么难混是吧？你看你老萧混得这么好的，也要去卖茶。啊、为什么？露露混得这么好，也要去卖茶。就为什么你也想做这个？这个是一个大混战呢、欸。认真讨论吗？认真讨论，因为这个市场已经饱满了。我告诉你实在话，倒也真的已经饱满了。那你的面有什么不一样？我的面有什么不一样？而且今天又不带来给我们吃。哦，有有，我其实有，我其实真的吗？耶、yeah! ！好，待会就上给你。你吃过他的面了吗？还没。OK， 为什么你想加入做、這個？我自己本来就爱吃，嗯，然后爱吃面、嗯，然后我喜欢麻酱、炸酱这一类的。但我看到市面上其实很少贾静雯的就是麻酱，但真的他麻辣，他是麻辣，没有，他是麻酱。还、哦、有麻酱，你看你没有研究了吧？没有研究到他，因为我只吃到他的冬粉而已。对，我只有没吃过吴珊如的。哦，有啦，没有，他真的没有送我，他是趁机要、啊，他都送我两份了，他真的忘了送我。欸交个你呀、啊，不那你不要用黄梅调来，为什么？你以为你用黄梅调我就会饶过你吗？没有啦，无所谓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我有送你，你的助理都点头，助理都 A 走了。哎、欸，哇，难怪。我有送、啊，难怪怎么样？哎、欸，是的，他们俩都有出面呢。对啊，是不是？就差我，我才最有资格。你不要再吃，你也不要加入，就让他们做就好了。我可以出一条线给你。哎 ，crossover， 好 ，crossover， 可以，对不对 ？crossover 这样子好。那你说你的口味是什么？麻酱的啊，还、欸、我也喜欢麻酱面呢。葱油，还有葱油，猴头菇 XO 酱。哇，你、欸、这成本很重哦。很酷哎、欸，好，什么时候上市？已经上市了，29号。恭喜恭喜啊、哦！生意兴隆，生意兴隆。现在已经可以网购了。已经网购了，天哪，当老板很紧张，对不对？还可以，很焦虑。我的后勤部队比较紧张，哦，真的吗？包货他们要自己弄。啊，对，辛苦了。你有付钱哈、哦？有，当然有。你都不做副业啊？我，我的副业就是我可能考虑开课程了。哦、欸，这不就是我的副业吗？这大家都会想去。对对对，那是你主业吧？你主业了。是啦，就是你突然间去卖西班牙料理，就是副业。哦，谢谢。但他很有可能就是一写书，这个课就要停了。没有不还好还好他已经很努力，每年都很准时。不过我觉得今年很多人的都会想要发展副业，或者是人生有一个是吗？哎哎，够顺便问一下，2020年就是这样的一个是吗？而且是不止今年哦，2020、2021都是，所以。好，你说，哎、欸，露露干嘛急转弯、或干嘛去做副业，或亚伦干嘛？Cindy也很早就开咖啡厅啊，是的，对啊，说得很好。对，三年。所以其实大家都是应到了那个，一定要做些改变，一下要来、来点不一样，人生要急转弯的这个。那有没有那种逆天而行的人，还可以很活得很好的？应该没有吧、因为现在大环境就是迫使每个人改变。今年的毕业生也很辛苦啊。对啊，对耶。要聊到这么深沉是吗？哦，没有没有，我只是在想，这就是一个现在的现状。只好刻意留学了、不是留学，那个刻意升学、留级、留级啊、留级或者是来得及再往上升、延毕。对啊，就故意不毕业这样子。哎、这个因为其实老师之前就有讲到三月、四月、五月有第一波嘛，对对对。但其实今年。这实在是很恐怖，还有两波哎，这一波已经把它搞得精疲力尽了。哎、你真的有看我的书哎？我有看剧脚本啊。我也不要骗你嘛，大家真人诚实、真人面，诚实。我在他面前，我能不诚实吗？对对 对。他掐指一算，好小子啊，兔崽子。不过第一，我真的也有看老师的书，是是是，因为老师每年都会给我们分享。那我跟耿如都是第一时间就赶快记住一些重要的提醒。但是最惊恐的就是三波这件事情。对、我们先聊这个好不好？到年底，好了好了。你们有受到影响吗 ？Sandy， 你有受？你 Sandy， 哎、欸，各位，他哪有受到影响？畅销书 number one， OK，
第一名哎，恭喜恭喜！对这件事情，你没有受到影响吗？你的疫情？我真的是受宠若惊，因为其实完全没有，除了江心，几乎就是没有宣传到。对，所以我所有人都取消了。上的节目也不多这样子。然后我很开心，卖得很好，有来江心，然后有到老师的节目，然后有宣传到网络的这一波，才好不容易可以卖上去。你客气了啦，书不是靠宣传，书是靠口碑的。是的，就是看了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因为那是要花钱买的，我掏钱出来这样子。对，我就是现在大家都会说啊、哦，期待第二本，然后想说没有，发乎于情，止乎于理，我在这边先休息一下，因为我觉得好恐怖哦，因为就是你第一个做得很不错，你反而会很害怕。一般都是乘胜追击的。我不敢，我就是慢慢来。你把书当哈利波特经营，写奇幻故事啊？不是，我怀疑他第一集的时候也没想过会写二三四五六七那么多吧？对，没错，有可能，有可能。哦，不过当然也可以像陶老师这样，就一年一本，好好写。老师真的太厉害了，对，老师这个对太强，这个是专业啦。如果我真的自己写像 Sandy 这样子，只是讲我自己的故事的话，我觉得不见得有人。你太客气了，你的人生那么精彩，感谢哦。书间恩仇录也可以写，这是天蝎很适合写恩仇。对啊，好，那你忍一忍好不好？同世界不需要再多的负能量了。真的，也是也是。那 Sandy 也有好消息，你看他又跟梁鹤群接了节目，是，所以他是基本上没有受到影响的演艺圈，工作更多。包括你这个节目，你们这个节目，对不对？是，就是幸运，天之骄子。真的很幸运。亚伦有受到影响吗？托福还是会有。你好朋友笑了，为什么？没有，你干嘛没有礼貌呢？亚伦也接了公共电视的节目啊，也是个带状啊，新的开始啊，对不对？哦，五月有个新戏要上。哎，什么戏？鹿，那个跟日本 NHK 合作的。对，你拍了一部日本的戏耶。哦 ，OK。鹿是哪一个？讲日文还是中文？讲日文，全部是讲日文。哪个鹿？哪个鹿？道路的路。道路的路。哇，感觉很深呢。很深吗？心里面是不是？很日剧痛。对，但他讲的是台湾跟日本中间，因为有盖高铁的关系，所以建立一些情谊，然后当中发生跟女主角一些爱情故事。OK OK， 我期待。好酷。OK， 而且故事的背景是在90年代。哦。90年代就是高铁之初，是不是？对对对对。哦，好，有喜欢这种时代剧、时代感。你有受到影响吗？我还好。也没有吗？也没有，对不对？我反而，我反而你被受到影响是最大的。他有什么影响？我就婚礼啊，婚都没结。对，我刚刚才跟你说，还是你其实松了一口气。不能说，旗袍都卖掉了。亚伦，你在我们节目里面就是要这样口不择言。对嘛？哎，今天就是一种练习，好像在访问我一样。哎，他今天很放松，他平常在我们节目里面好矜哦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为什么那么矜？你看制作单位大家对你有一个期望。我觉得应该是第一集的来宾的关系。第一集来宾可以讲吗？可以说吗？可以说第一集来宾是。第一集来宾可以说吗？可以吗？你们的第一集来宾。是谁？清风，清风哦，所以你整个人像看偶像一样。我们每一个都是啊，也算你也是对不对？没有啦，就算是同辈嘛，然后他就会很欣赏他，对，又欣赏他，而且他的朋友又都是大咖，然后就觉得哇，那很兴奋。了解了解，就是那个粉丝，就是展现了亚伦很可爱的那一面，那也是不错的啦。其实我们是觉得很可爱，但是制作人就很失望，因为哎，怎么不犀利？就比较没那么怂。哎，但是我因为我是他的晚辈，他对我就比较。比较直接一点，哦，你是晚辈啊，说对不对？就很直很呛，松了一口气。可是我告诉你，真的松了一口气，因为必须说排位置这件事情真的很麻烦，很麻烦，很麻烦。我几个朋友每次有问我，有时候两方都认识，还问我说：“哎，你要住哪一个？”对对，然后有的人不跟那个啊，这个我当然都有事先问过，我也问过唐老师，是是是，所以天蝎座会不会比较难排位置？不。你是说排位置？你是说座位？座位啊？天蝎座你就坐直线，没有一路到底，坐那个走道有没有？旁边不要有人这样子，旁边不要坐直的。太多仇人。没有，还有一种就是说，有的人呢，其实可以来，不能来，反正有很多很多问题啦。嗯，来了之后，干嘛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嗯，哎，你的杯子上面怎么有？那个是饭粒，三道菜。我以为你触电了，是三道东西啦，三道那个饭。对，吓一跳，吓一跳。然后你哎。而且好险也没办呢，因为有些后来的事情会，你以前的事情就觉得老天帮忙，就没办。冥冥之中，
然后导致没有那个什么事情，就不会影响那个什么事情。哇，因为我知道焦哥，不好说啊、我知道焦哥的婚礼如果要办的话，哦，那真的是演艺圈大集合，对，大总动员，大集合之后排位置就是个问学问了。然后对，好 ，OK 啊，就是这样，松了一口气。所以有时候讲是福不是祸了。哦，对，我蛮相信老天意的安排。没错，没错，有些事情就不勉强。来，线上还有朋友。三位，老师可以发展星座面 ，Shirley， 好可爱哦、喔！至少十二种口味就出来了、欸。这个我其实想过，是吗？我有想找。金牛适合吃什么？双鱼适合吃什么？这个很有，很不错、欸，很有市场、欸。开运面有没有？开运面，卖天珠是卖开运。少讲一点，少讲、哦，搞不好萧敬腾已经在企划了。萧敬腾不要，学走了。老萧看到说学起来，立刻坐下。好，然后心仪说。要什么时候？请问要几题亚伦才会爱上我？365题，真的很傻眼的告白哈。Victoria 说还会有什么嘉宾陆续会邀请吗？有没有可以透露的吗？你们录的只有清风吗？对，目前只录一集，只录、啊、你们现在只是录一集啊？对，嗯，这么小心，录一集然后休一个月。我跟你讲，因为前一阵子就是最紧张的时候嘛。哦，我们节目是有现场观众的，了解了解。但是那一集没有现场观众，所以我们等到现在终于可以了。可以。